当初听到 LINE 邀请出官方贴图，是否欣然接受？有什么想法吗？当初听到那个 LINE 官方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这个贴图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听到的时候，我直觉的就是说我必须想一想，因为贴图是一个有美术设计的东西，那这个美术设计我还蛮在意的，那是不是可以变成我要的样子？我很怕他弄出来太可爱了，太梦幻了，就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这个事情我跟那个 LINE 官方有做了一个沟通这样子，然后这个设计的部分后来全部用我的想法去做到这样子，所以我仔细想一想是对的，因为我需要我的贴图是我的样子这样子。